林湘嘅学生时代嘅回忆咧，真系好多都发生喺士林夜市啊！放咗学之后又嚟呢度打工啦，连拍拖食饭都系喺呢度。特别系咧，有个地方更加系大家学生时代都好似会去嘅。话说咧，我哋而家多机摄影噶咯。咩多机？一部机前面呢部机，仲有后面咁多部机。你们学生时代嘅时候有没有流行过拍贴机？應該是貼紙相啦，呢度我哋叫小學的時候有興過一排，不過近排又興翻啦。佢呢度都幾得意喎，佢係一格格咧，好似一個迷你嘅 studio 咁。現在最紅最夯的就是這種韓式拍貼機。對，而且這間拍貼機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它是全台目前唯一有魚眼鏡頭的拍貼機。然後我跟你們說，這邊有一個精髓。有 pop 紙。對，沒錯。啊。來，我買一包。好。你要带这种可爱又酷的东西，一些酷东东，来挑一个。哦，这个好了，这个最夸张。我找到一个很适合康师傅的，哎，你很适合这个，你戴这个很帅哎。不，大家睇唔睇到嘢啊？睇到，佢话我靓仔，会唔会因为呢个遮咗一大半嘅面？有一种未来战士的感觉 ，X 战警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很帅，这个康师傅。哦。有一个特别符合你气质的 Pink Lady， OK OK， 特别哦，哇，你这样哇，巨星来了，要红了，点解好似俾人整蛊紧咁嘅？对你唱一段歌吧，有那个墨镜在，你可以唱了吧？OK OK， 这都好吗？可以了 ，Go Go， 我有近视，睇唔到。捐献那个我们拍贴机的费用，200块新台币。来了来了，来老塞。哦哦哇，打水哦。你是我爸爸。Sure daddy。来吧。哎，你在跟我们班做鬼？你在干嘛？你在耍酷？没有，就我戴了眼镜看不到个样啊。没有回答问题耶。对啊，你在狡辩，根本没有回答问题。同一班 friend 咁样影好有 feel 啊，同埋可以当系纪念品。来到士林，除了拍贴之外，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，就是我从学生时期吃到现在的拉面店。你以前嚟嗰陣時係食邊個啊？我以前吃的是那个学生拉面，它只要100块而已。Oh. 而且我18岁开始吃这个店开的时候呢，到现在它都是100块，它没有涨价。不高。我今天看到觉得还蛮欣慰，他们的拉面竟然没有涨价。但是我今天想要吃他们新的，因为我以前没有吃过那个香辣细沾面。Oh. 那你吃学生拉面？这是我给你的考验。真的？因为我觉得你蛮会讲口感的，如果你把它讲得很好吃、很厉害的话，我就会从此叫你师傅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要这个二郎系南气拉面，它望落超 man 啊，好型。这个看起来很厉害，那这样你们可以就是 mix 一起吃。对，这个二郎系的意思呢，就是它比一般拉面的分量多了2倍，就算是小碗也是比一般拉面的分量多了2倍。看起来很澎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哎，我学生时期都吃这个，而且这个肉你不要看它这样，这个碎肉也超级好吃。酱油汤底咁样，系啊，唔会太过浓味。诶，即系睇佢个油脂咧，唔会好多，所以都系易入口。嗯，你要尝一下这个汤吗？我尝一下。我也要。哦，好好喝，是高中的味道，是高中的味道，是初恋的味道。而我呢个咧，喺碗出面嘅嗰个 portion 大到，同埋我一嚟嘅时候咧，已经闻到好香嘅蒜蓉味啦。你可以睇下呢度，好大份，好多芽菜啦，同埋佢有蒜蓉咯，都颇多。但我唔知道个汤底会唔会同汤师傅嗰个一样，就试逐样料试下。同我以前食日本拉麵店嘅叉燒有少少唔同，我都好唔中意食呢一類嘅叉燒，因為佢真係好硬，要撕開。
咁但係佢呢個咧，我覺得煮到夠腍夠味啱啱好，所以唔會去到好麻煩，所以呢個好食。咁其實佢嘅面咧係偏向幼新嗰只拉麵嚟嘅。咁喺香港食開，大家食得多嘅話咧，都係好粗啊、好煙韌嘅拉麵，但係佢呢度就唔係。湯底咧應該同康師傅嘅湯底係差唔多嘅。都是咁香，一樣色啦。你也是醬油。嗯。我第一次吃沾麵，其實是在日本，它其實聞起來很有辣度，用芝麻來就是提味。我知道它有點像擔擔麵。啊，有啲花生嘅香味。辣的擔擔麵。咩？好辣。很辣嗎？我覺得有啲辣。有時食辣食唔到嘅原因係真係佢個辣味太重，同埋佢。冚過咗本身嗰啲食材嗰啲，即係應該食到嘅味咯。因為好多時會係咁。咁但係呢個佢會係加埋係食到咯，即係你會想繼續食落去咯，就算係好辣。多謝平時成日中意留喺屋企嘅女神林湘，今日帶我哋玩咗成日啊！之後還會有一些工作項目的聯繫，係咪啊？日本拍拉麵，希望有機會啊！對。我可能會想做一集不自然系。我乱讲的。去边度啊？去边度？感觉你很会规划行程，对不对？摩羯座的。对，但系咧，我规划系可以嘅，但系我啲机票住宿啊就麻烦各位啦。你出力，我出钱。哦，你有嘅钱。没有，那不是我讲的。喂，咁样我哋系最佳拍档喎，一齐出节目一定冇死啦。你负责讲口感一流，我咧就负责 plan 行程。林湘咧就負責出錢啦。好吧，那我只好再去拉那個贊助了。如果給你機會來選擇你的搭檔阿倫、John，還有我，你要選誰？好似可以同你搭檔會好啲。沒什麼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好似好有趣。你真的是選我嗎？你一定是為了節目效果，你認真講啊。你係驚嗰啲 fans 嚟為咗節目效果？不是真心的。他是怕你的粉絲對吧？不會不會，他現在假裝沒有鏡頭，我們私下三個聊天。好，你告訴我。你同我講。真係。真係啊。係。康師傅，哇！仲咁夠老友帶你出嚟同林湘玩。咁正常人都係揀林湘啦，係咪先？好似好啲。他說誰啊？他也是说我吗？是你啊！真的，我不觉得他买我的单呢，因为他一直很冷静。一个冷静，一个吵咧，会很有火花。反正你就选我，是不是？耶！佢真人咧，系同我想象中嗰种人系一样嘅咯，睇佢都有少少棘棘地，冇乜架子啊，会整啲好样衰嘅面啊，好大大辣辣啊，好纯真，表现自己最真嗰一面俾人睇嘅人。咁我仲喺度怀疑紧佢有冇机会系成为咗女神出名之后会收敛咗咧？其实唔会，佢都系对我哋咁样，会好正面啊，好开朗啊，即系好识氹人开心咁样样。假日人很多，所以在外面泡温泉我觉得比较不方便，所以我今天带你们来泡汤屋。汤屋即是包厢浸温泉，咁好，仲 book 间房专登同我哋浸温泉，咁开心。今晚老好亲，我哋系谂住去户外嗰边浸啦，但系太过人，咁就唯有喺度享受下同啱嘅私人相处时间。三人世界，三人世界。我先教你们台语，自我介绍一下给阿妈听。阿妈，你好，我叫伦，我是香港人。香港人。阿妈看起来就少年哦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十五岁啊？